主料，鲈鱼500克，胡萝卜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蒜末、生姜、辣椒，料酒、豆豉、剁椒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鲈鱼破砂，洗净，用盐、料酒腌制20分钟。摆盘，准备配料，生姜、大蒜子、干辣椒切末，豆豉一勺。热锅凉油，中火将配料包香，关火，搁盐，倒点酱油，将配料与油一起浇到鱼上。胡萝卜切片，在刚刚炒过配料的锅里翻动几下，刷油，将胡萝卜片摆在鱼的旁边。大火，沸水，蒸10分钟。蒸好后趁热撒上蒜末，再来点剁椒，美味又好看。口水，烹饪技巧，摆盘时在鱼尾部一寸的地方切深一点，鱼尾就可以弯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